我们继续来观看第二局樊振东对战周启豪的比赛。樊振东已经赢下了第一局。樊振东推直线，一比一平。掰断失误了，樊宁转正手，好球，镜头也是给到了林高远。周启豪发球，反手快撕，没有撕住。反手对反手，3-3。哦呦，没把握住机会啊。这边球反拉，啊，球的击球点没有找好。正手劈了一个直线，5-3。周启豪啊，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，但是也能看到樊振东啊，今天也是手下留情，一上来攻势并不是太猛。6-5。两个人是连续的摆短出现失误。樊宁6-7，双方现在是你来我往，但是局面
确实非常的焦灼。他正手杀球，6-8。好球，这发球抢攻，这一次技战术打的是太漂亮了。陈振东连续杀球，9-7。连续两板都是打大脚。反手快撕。8-9。10-8，樊振东拿到了第二局局点。11-8，樊振东再赢一局。